我们终于出来玩了，好开心哦！好，我们出发吧。怎么会这样？好丢脸啊！哇，好多宝贝啊！真的，超多可以抓的。喂，帮帮我啊！好啊！哇，这里有暴鲤龙哎！喂，你有没有良心啊？超帅的！等一下，我先抓一下。喂，你这个坏宝贝！哇，这边空气超棒的。喂，你放什么屁啊？超臭的！讲什么？干嘛啦？关一下，你的阿妈内裤都出来了。先生，自己的账单。好，谢谢。哎，一人一半，感情不会散。我好像没有带钱包，求你了！这世界一点都没有带钱包。哎，几个月啦？九个月。哎，不是啦，是吃太饱了啦。我们来接吻吧。嗯。等一下，你牙齿菜渣也太多了吧？哼，刚刚多少年跟我说？哼。哎，你看，你看，这边还超多菜渣的。Baby， 我好热哦。Baby， 你一下怎么有一道瀑布啊？等一下啊，拍张照嘛！哇，好酷哦！好，我去买水，等我一下。哎呦，人家已经有男朋友了。哎，小姐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眼睛干涩不舒服而已啦。你的隐形眼镜不保湿，怪我喽。还有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，不要来勾引我。Baby。我肚子好痛啊！真的假的？那你赶快去上厕所啊！快！哦！宝贝。你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做错什么？你可以跟我说啊。没有了，只是我的隐形镜不服帖不舒服而已了。宝贝，眼球是有弧度的，以后你在挑选隐形眼镜的时候，记得要选择适合自己眼睛弧度的。哎，等一下，我绑个鞋带，帮我拿一下。你看他们在求婚呢。对哦，哎，我只是绑个鞋带而已，不是要求婚啦。小姐，你有事吗？被看光光了啦！都是放大片，好眼睛不舒服。可是没有放大片，我就不敢出门，怎么办？宝贝，素颜的你对我来说是最美的。但是如果你选择到一个适合你的，而且品质也好的隐形眼镜，那就更美了。